原标题：沦陷后的武汉，汉奸嘴脸和百姓民生。1938年10月24日，长江北岸日军进占黄陂，逼近汉口。长江南岸日军推进到距武昌仅30公里的葛店附近，逼近武昌。日军已对武汉形成了东北南三面包围的态势，见大势已去，蒋介石正式下达命令放弃武汉。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武汉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，郑重宣布国军自动退出武汉。汉口市长吴国桢宣称，保卫大武汉之战，我们试尽了消耗战与持久战之能事，我们的最高战略是以空间换取时间。我们与人口的疏散、产业的转移已经走得相当彻底，而且我们还掩护了后方建设。当晚，蒋介石和宋美龄乘飞机离开武昌，飞往湖南衡阳。临行前，蒋下令将凡有可能被敌军利用之余的设施均予以破坏，这道焦土抗战的命令使武汉整整燃烧了两天。因此，国民政府留给日军的武汉已是空城一座，只剩下来不及撤离的大批平民。1938年11月1日，日本陆军大将冈村宁次以胜利者的姿态进驻武汉，驻进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北省主席陈诚的官邸。李德福著《冈村宁次》一书描述了冈村一路所见，武昌为政治、军事的中心的，大街上商店的门窗都用砖堵死，值钱的东西都已搬走。我司令部住的省政府大厅也空空如也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